然后跟你说，像酵母啊，有些人有些说，如果你太甜，那可能会杀死那个。就是看看因人而异，就是压一压。我们就是主要只是想要软化。然后我记得酵母菌它好像写什么？你看这个口红的，对对对，就是它发酵的意思。啊，它你要给它一点温的那种水，就是不能太热，太热会杀它。主要目的就只是要把那个空气吐出去，这样你就会有很多层。我大概只会做到这样，然后对对对，就是三次这种折叠动作。好，没有了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推开。